哇塞，沙堆上架起了一座滑梯，哇，五颜六色的，好看极了。一，装载机。二，压路机。三，挖掘机。四，推土机。五，自卸卡车。走近一看，咦，原来是车轮丢了呀。Help! Help! 别着急，我们很快帮你把车轮找回来。快看，车轮就在那里。OK! 就在这时，装载机率先出发了，它迅速冲出滑梯，顺利拿下第一个车轮，消失在红色球堆里。很快，它带着车轮出来了。Yes! 压路机也冲下来了，由于车速过快，差点翻车。接着，压路机进入黄色球堆里寻找车轮，很快，第二个车轮到手了。Great! 挖掘机也迫不及待地冲下来了。拿下车轮后，挖掘机连同车轮一起掉进了绿色球堆里。太好了，第三个车轮也拿到了，推土机压轴登场了。只见它冲出滑梯，帅气地拿下最后一个车轮，球堆里的咕咕声再次响起。太好了，耶呼，四个车轮都找回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OK。 只见自卸卡车往前挪了一下，第一个车轮飞过来了，安装完成。第二个车轮也飞过来了，搞定。接着第三个车轮也安装好了，第四个车轮飞过来了，很快车轮全部装好了，自卸卡车开心地走了两步。Wow, it's wonderful! 今天真是精彩的一天啊！